你跟楚总刚刚在说什么？我们得马上办出院。出院？怎么那么着急啊？怎么了？追过来了？ 喂，帅哥，你找谁呀？听不懂人话？我问你找谁？ 你想干嘛？别过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盯着我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最不喜欢男人戴墨镜了。哼，我叫护士了。你敢？护士，护士，有人要骚扰我！护士，护士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骚扰我，闯进我房间。你谁呀？你找几号床呀？你谁呀你？还有啊，你们医院怎么管理的？随便让人进来，小心我投诉你们。你赶紧走吧，赶紧出去，别耽误我们病人休息。快滚！ 讨厌！再不理他，你让他喊老婆看，还要回头呢啊！好，别看了，别出去吧，滚！啊！对不起，走错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走，没有走，没有走。 天儿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啊？你有这个癖好？不是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明白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有这个癖好，你千万不能表露出来，会影响我们节目的点击率。什么呀？你听我说，因为刚才来的一个死病。啊！就是他，死变态，他又来了。 你谁呀？这大热天穿皮衣不热啊？穿皮衣不热啊？护士，怎么了？怎么又是你啊？你不是走了吗？你赶紧出去！你别在这儿了。我真的要投诉了啊！你再不走，我报警了啊！我真的要投诉了！快走快走，我盯着你。这人什么人啊？啊，什么人？